这就是我们独特的一个结构，全球唯一的一个柔性房子结构，我们自己的原创结构。柔性房子冲锋衣，柔性化。面积的这种房屋，包括心脏部，包括我们接下来会有很多核心的科技，全球合肥啊，这种我想这个风景我都可以放得住，哎，我就不怕别人去来在背后放冷箭来捅我刀子，以及我们这个后面会做成这种，我的脖子这一块啊，也可以加上房哥，就让人家后面的我房哥哥也很重，比如说这是一件，这就是现在的这种盔甲。柔性防刺马甲。